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社里徐，地产老徐。那么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房子的地址呢，是21号 Frontier， 在 Richmond Hill South Richville 小区。那么在我们进房子之前呢，我想为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小区的情况。South Richville 通常被翻译成南硅谷，它紧邻央街，位于列治文山的最南端，交通便利。这里的家庭年收入超过15万加元，是列治文山最富裕的地区。社区内森林茂密，河谷蜿蜒，西南部就是全国一流的高尔夫俱乐部，环境优越，将喧嚣隔离在外。近年来旧宅翻建备受追捧，房子占地大，间距远，大批豪宅涌现，建筑风格各异。这个房子地处安静内街，坐南朝北，48×110尺的地块，西侧是隔壁的后院，视野开阔。那我们进来房子里面看一下，这个房子呢是6年新的意大利建商量身定做的，楼上两层是3900尺，加上 walk up 的地下室，主层是10尺，二楼和 basement 是9尺楼地。全屋配有软水和净水系统，中央吸尘，提升了居住体验。房屋整体开阔、通透、明亮，主要的活动空间，家庭厅、早餐厅和厨房都朝南，每天沐浴在阳光下，非常舒适。厨房布局科学，采光和通风良好，中央岛台、备餐区、储物间，让活动最多的地方得到了最好的利用。我最喜欢这个厨房的设计呢，是它有一个备餐区，有一个 pantry 就是储物间，极大限度地利用好了空间。一楼有会客厅、晚餐厅、书房、家庭厅、早餐厅和厨房。书房被放在了房子的另一角，具有完全的办公私密空间。那我们到二楼去看一看这个房子，楼上呢有4个卧房，每个卧房都有自己独立的衣帽间和洗手间。主卧朝南，男女主人各有自己的步入式衣帽间，能让人自如享受私人空间。主卧配有7套独立卫浴，豪华舒适，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看电视，享受后院的风景。二楼设有洗衣房，洗浴前后可以很方便地将换洗的衣服放在这里。3个次卧布局合理，格局方正，并且都有明亮的大窗，保证了每个房间的采光。
我们看完了楼上的两层，让我们到地下室来看一看。这个精装修的 Walk Up 地下室配有保姆房、健身房和洗手间，另外有一个开放式的娱乐室和吧台，可让朋友宾客尽欢。从这个门就可以直接走到后院。现在我们来到后院，那么这个是全新的一个 patio， 配着这个 deck， 这个交相呼应，非常舒适啊，夏天享受这个阳光。那么这个旁边呢是隔壁家的后院，完全没有遮挡，非常开阔。这套房子是意大利著名建商的自建作品，设计精美，时尚高雅，颇具几何张力的格子吊顶，错落有致的地砖，造型别致的现代吊灯，每一处角落，每一个细节都彰显了建材的高档以及美的创意。我们通常说房子最重要的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， 那么这个房子呢，坐落在 Cushing Hill 最尊贵的南贵谷，在安静的内街，步行三分钟呢到央街，步行十三分钟到大型的购物商场 Hillcrest Mall。 房子呢坐南朝北，风水好，采光好，楼底高，设备齐，是满足了你对家的所有的需求。入主南贵谷，一生都幸福。我是这个房子的 listing agent 设立徐，我的推荐必定惊艳，希望你是那个幸运的买家。如果大家对买房或卖房有什么需求，欢迎通过名片上的联络方式找到我。 I do all your homework.